出发啊！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好，我们往那边走，欢哥，那边应该有。哇，这一个都没有啊，这里。红闪闪，白杆杆。哎，哇，这个好红啊！这个绝对不是，我都绝对红闪闪的这个。这一片我跟你讲，可能他们已经把它踩过了。对，他们早上起床已经踩完了。绝了，太难了。像我这种在森林活不过一天。小五，小五，快来，我找到了蘑菇家族。哪里？天哪！绝了，太难了。像我这种在森林活不过一天。小五，小五，快来，我找到了蘑菇家族。哪里？我来，我踩一下啊。好。哎呀，天哪！哎呀，你看这个还长地里呢，我给它拔起。我的天！哎呀，哎，这个好哇，这个好新鲜啊。这，来走。来吧。我怎么？你这样会显得我很蠢呢，我什么都没摘到。怎么回事？嘉诚，你再找一下啊！啊，我去一去就来啊！哎呀！我营造一个假象，哎。小五，小五，快来！我找到了蘑菇家族。你这样会显得我很蠢的，我什么都没摘到。不过我们再来点。欢哥安排好，我就小随从。哇，你踩的好多啊！没错，满载而归了。好了，我们走嘞。好。哇，这个从雪山下面流下来的这个水啊，这个河水肯定是很清澈、很好喝的。哇，又冰凉又清澈，爽！